阿罗哈客运日前发出预告，受到疫情影响营运到今天为止，不过呢却出现了急转弯的状况。阿罗哈中午是宣布，因为经过交通部来关怀，董事会决议是继续来营业。居中协调的公路总局则表示，业者是反映行车到高雄都会区的时候容易塞车，希望能够比照国五设置大客车专用道，而公路总局则允诺即刻来协助。一早，阿罗哈客运高雄站员工照常服务旅客。公司目前仅有的台北高雄、台北嘉义两条路线，原本13号周一是最后一天发车，就有乘客专程来买票留个纪念。下班专程来这边买车票，因为就是以前在台北工作的时候就常到阿罗哈，就是满满的回忆啦。那就是算是时代的眼泪吧，我觉得。持续了上班到月底。嘿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乘客手上握有套票的。还没来退票。员工和旅客都充满不舍。不过，阿罗哈客运突然在13号中午在官方网站贴出声明，原定经营到12月13日，感谢交通部长官向本公司传达关怀。临时董事会已经决议通过，决定继续营业，会调整营运策略，抵抗疫情，持续迈步向前。阿罗哈强调，因交通部协调，加上宣布停驶后受到大量乘客来讯支持，决定撑下去，已经有募资打算。那边大概会有一些财力的一些移注进来，去募资就对了。大概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处理。没有表示在政府这一边困扰的部分，我们会加以来协助。交通部公路总局局长在12月5号亲自拜会业者，了解阿罗哈经营的困难之处。业者反映，在高雄都会区经常塞车，拉长行车时间是一大困扰，希望政府能比照国道5号模式，在拥塞都会区设大客车专用道。公路总局承诺尽速协调高工局和地方政府。交通部也透露，公路总局也前往拜会日前宣布即将停驶的日统客运，业者也答应会再考虑，至少会营业到农历年后再决定下一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